雷姆我还是不觉得必要换掉，因为我的玩法是要雷姆的。你当然可以觉得，你觉得要换掉就换掉啊。始動展開発動，有用啦，有用。雷姆是用来打七费雷姆的，还有做二费跟立夏做搭配的。当然你们可以自己改啊，我没有说一定要雷姆。阿达，不能做事了，发呆了。来试演牡丹。是说看到日本 YouTube 的牌组叫做一致同意换掉雷姆，你说进化皇家吗？我是觉得有雷姆可以免除掉，就还是可以走双走啦，我有点偏双走。太迟有没有宙斯？然后宙斯只有三张，然后宙斯没来就爆了。那一阵子我遇到很多吸血鬼，吸血鬼会锁血，锁血的关系进化手会非常吃力。什么时候开始做大爆射哦？其实我真的有点想做，但是我们腾不出时间。有没有人要自己射自己，然后再给我影片？超棒，史上最棒。然后直接拉出我们的射塔。哎，为什么是你？その力を示せ！さっさと片付けるよ！おいしいご飯の。世界は素敵だね。作られし者、僕が救おう。全部都没啦，贵州海料料。没关系，等你给你们看到史上最强的盾，最强脑盾。来了，最强脑盾。五六跟五九。啊，不行，他变魔术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变不出来哦。他必须腾出一个位置下，先下创造物，而且对，要先下一个创造物，然后再下加速装置才变。哎、欸，还是变不掉。啊，他这样子还唯一，呵呵，他变不掉。然后对方还赶不解啊，让他知道加血的厉害，直接开车。然后再用进化，大家一起加血。虽然说这套没有像是进化皇家那么秀，但是就是很稳扎稳打，就是慢慢盖地基，然后用大超级大盾。他真的想要考虑变魔术了吗？他现在真的可以变魔术哎，好扯哦！就要看有没有解放啊。
如果我刚才已经又再提了一层血量，他还能再解掉，真的强。九点，场上有五七加四三是九点哦，而且四三也是交战就会一直成长啊，他不太可能去撞他。五七加九点，九点加上手上的射塔十三点，应该是可以斩掉他。对面直接撞到头破血流了，真的假的？你还能吗？你还能解吗？我晕了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我都不用走到他头上，就让他知道这个长城过不了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。拜拜。